哎，大家好，这是《Shining Theory》带来《Dark Souls 3》的游戏开放视频。上一期呢，也是在这边稍微的截了一下，是把血利用戒指加满。然后前面这边那个结晶长老啊，依然是非常的麻烦。这样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敌人干掉。我也是刚才在看他好久了。那好在是知道地形的话呢，这边是可以利用。哇！这有点。我没有想到，哎，刚才我是被卡住了，动不了，是因为那个人的尸体一直在卡我，还是说这个书会卡我？不太清楚啊，比较危险吗？不太清楚，感觉上由于我们的血量比较多，算是一种比较经扛的这种坦克型 build，比较这边又是能出去啊，可能就是这个人他会，这人倒下的时候，他的尸体可能还是会在，等于是还会在物理效果的。这样我们直接冲了就完了。那边呢，可能，哎，这是怎么打到的？我估计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，或者说是探索一下别的地方。好像又是一个那个骑士啊。会冰冻的，其实上面的这个法师怪现在也是直接是可以，现在是可以打了。不太清楚他会不会再往其他的地方瞬移，之前是他只会在这个三个平台瞬移，现在是一个龙晶石，好像这回就没有中诅咒。之前是为什么我跑这个地方会中诅咒？这有一个延时效果吗？不太能理解啊。这样那边跳下去游戏就回不来了，我们先打这边吧。先确保一下我们后退的道路。没有问题的话呢，再去。主要是我担心跟他打的时候呢，会出现一些诅咒书，从而是影响我们的战斗空间啊。我是不想让这种情况发生。这样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没法被刺。我就直接是，果然是有。果然是那边有诅咒书啊，还没有那里。还差大概两三下的样子，但是不能大意，他出个硬直，追到没有追上，我们还差一刀啊，一刀或者是两刀，现在又可以，哎，没有打到，天哪！征战骑士可能是这个骑士一套，我有点不太喜欢。为什么最后那下没有打到？他是，我觉得可能是我戳去的，戳去就是我发出戳这个命令的时候，这个怪物可能是在发出戳的命令以后啊，可能怪移动了，所以说是我这个人不会修正。我感觉上应该是这个戳的应该是朝着锁的那个中心的，是去朝那边去戳的，感觉上是有点。就是瞄准系统吧，感觉上有点我不太满意啊。这样看一下征战骑士的3.8的重量，有没有3.8的无名骑士的可以比一比？抗物理高一些，抗打击比无名骑士的还要低啊。防突刺高一些，其他的感觉上各有好坏吧。也成了看门狗，
可能跟我们之前打的在那个冷冽谷的那个 BOSS 有点类似。12.3 这个倒是比较重一些， 13.2 这个呢可能除了打击能力稍微低了一些，其他的比我们这边的宠爱的开的要好。这个呢由于是太重了，舞娘呢应该是我感觉就是比较只能是不太适合战斗的一个铠甲吧，但是由于是重量相当于是一个7点多，可能是实在不行的话可能会选择它。这边看一下比一下，这是我的亡命骑士9.2，这个10.8这么比吧，这个是12点多，12.2的防御，这边是13.2，12.6，感觉性价比可能也不是很高啊。但是我看的只是物理防御，并没有说看一些魔法防御。魔法防御应该是抗寒气，可以看是很高。这个倒是没有错。2.9稍微轻些，然后属性相对也是不太好，但比4.1可能重了轻了一。应该是能接受吧。这个这边是征战骑士，6.9跟7点多，像基本上是，哎，看着这个盔甲有棱有角的，可能给我的感觉上是一个外观看起来是比较硬的一种盔甲。现在我的装备重量上限控制也是比较极限，69.9，还差0.1是到达最大极限，再超的话应该就是完全就要会进行一个很肥的翻滚了。你是看书看着太入迷了，还是直接着了？灵魂激流。打不坏啊，可能也跳不下去。远处的老者呢，好像是也是失去仇恨了。灵魂激流是这个名字，我有印象。这个法术是之前我们打古达那个 BOSS 的时候，看有一个人在射激光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已经评价了，前面呢你先射着，我看一下这边。哇，这边好像是可以爬下去啊，没有太大的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刚才是怎么打到我的？他果然是，还差一下。36000，结晶卷轴之应该是能把我。说到这个结晶卷轴，应该是我们现在智力是够了，达标了，应该是能去把之前说我们智力不达标的那个人，等于是可以找他去拜师学艺了。或者说这个结晶卷轴是可以给我们那边那个黑法师。这边下边应该是能跳到水晶蜥蜴的那个地方。但是呢我们跳之前先去，好，这个地方是可以跳起，然后或者是可以通过梯子也是爬下来，两种做法。这边呢前有戒指，拉杆很有用，就是能把这个拉开。评价一下吧，贤者戒指那挺有意思，一些已经好像是读书直接读死的人啊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加5点的智力吧，16
提到了16啊，加5点智力。丧失时，把武器的升级应该是能复原。也就是说，这边是一个正常前进道路。刚才呢，我们是走到了头，我为了防止被那个 boss 打，就是直接从那梯子上就是下来了。这个尽头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果然是有啊，有一个龙吟石。这样还有吗？那边是我们刚才获得了征战铠甲那一套的地方，房间的内部应该是，好像还有前进道路啊。这边会到哪呢？哦，这边是会到达这个地方。这样这些东西应该是探索完了，下边能去的地方呢是，本是往外走，看有一个骑士。我想法呢是直接先往外面探索一下。假如说外边发现，就是前进的地方太多的话，谁在打我？可能是楼下的人。前面的东西太多的话呢，我打算直接再回来。要说没有什么东西的话，甚至说有一个萤火是最好的。那我们直接回去把那边那个蜥蜴拿到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红眼骑士，应该是，但是我不想让它掉下。你附魔。一个结晶武器啊，我们的后边哎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的，好吧，哎，为什么我挤的突刺给它突不出硬直来？是挤突刺没有这么强吗？我印象中很强的呀，可能是这个骑士问题吧。我觉得可能是跟因人而异啊。我之前我印象中我的挤只要是突刺的话，就是突的敌人是他能出硬直，刚才是没有出，结果他生把我的攻击给扛住了，很意外。但是我刚才是没有选择背刺，是因为前有幻影。评价了倒是不错，但是这个幻影是这个。没有搞懂。先要换一个，这是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我有点没有搞懂啊。上门是可以换一个，刚才我应该是把这个骑士直接背刺的，因为我是怕背刺后他视力掉下去我捡不了东西，结果现在我反倒是不太清楚该做什么了，不太清楚啊。这样我们先回去吧，反正下面是有一个，而且这边的这个捷径相当于是解锁，解锁之后应该是不太清楚该怎么回来更快，可能是从那个梯子吧，那个梯子上来绕一圈，直接这么绕回来应该会快些。捷径老者希望是不要再刷新了。先看一下是谁一直在射我。这个蜥在哪？
两个龙鳞石还是不错的。像这个下边呢，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走会更快一些。其实不对啊，我们应该是直接回到一开始的地方。一开始的地方是有，应该是这么走。一开始的地方有梯子可以爬嘛？但是还是有问题啊，前面那边说有幻影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前进呢？我们获得了戒指，获得了一些法术，但我感觉都是不是特别的有，就是不是不属于是关键性道具啊。可能是我们一起什么东西啊，但目前我是真的是琢磨不出来。这边现在是把那个老者杀死的地方，前面那边可以再走吗？好像是前面还可以再走啊，跳级应该摔不了多少血。可能是这个前面还可以再走，我可能是没有注意到。应该是可以再走，这个地方是明显是没有来过的地形。这样，这个应该是之前一直不对啊，之前看的一个类似的电梯是，应该是在楼下的，这个电梯倒是在楼上，应该不是相同电梯，或者说是绕一圈又能把那个电梯，这应该是一个捷径。但现在呢，我们还没有开启，或者说是这么开启。这是哪里呢？一开始的地方，一开始那个那边是入口，等于是一开始那个结晶长老在这个地方，等于是进门的话，往右走是可以把这条门开开，那边是那个梯子。算是哎，都联系上了，还是不错的。像刚才我下去的时候是这么看的吧？应该是没有说是能提前跳去，从而是获得一些额外的奖励什么的，应该是没有。总之，我觉得是没有。像这些呢，先看看有没有那些肉搏的小的类似于是盗贼的怪，目前我是没有看见。我觉得从哇，他打的是什么攻击？我想知道，是这个攻击吗？这个攻击这么高，还是说我被那个人他的这个剑雨给？不要再诅咒我了，在这儿没有吃吧？我估计我就不出去了，因为现在诅咒潮是比较高。好，那些人算是比较二吧，不会主动的过来找我。哎，他在打什么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动不了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动不了了？我是被，总之是应该是被他这个攻击打到是动不了了，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动不了？还是说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刚才在一直的按攻击键，应该搓摇杆吗？还是要？之前被这个攻击打过，我感觉上是没有什么事儿，结果现在是
又有事了，感觉上很意外。像，总之就是前面呢比较，我记得后面是有人吧，你直接在这里边打你。现在我是要注意一下这些怪，他们的就是生命值变高了，一下打不死。就下边应该是直接摔死了。前面怎么打？最安全打法就是慢慢的拿弓箭给他们磨死，或者说有没有？要是拿大棒槌的话，还是太重啊，没有稍微轻一点的。我是用大棒槌直接给他们，反正这个还是攻击有点慢，不能第一时间呢，等于是给。天哪，这个攻击有点，我觉得，哎。我是不能移动吗？有没有搞懂？有没有搞懂啊？为什么在一直的那边在一直废血？还是不太对，我们先，大家要是觉得没有意思的话呢，直接把视频往前跳一跳。总之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办法，我就跟你们对射了。想杀死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在这边。这个人为什么射不出硬直来？这是一个，这个人很厉害吗？他好像是脑袋是黑色的，还是说？好像是用连宿舍的话，好像是射不出硬直来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好像是宿舍射不出硬直来，平常我也是不怎么用弓的宿舍技能。这有点受不了，但是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哎，他们攻击有时候感觉我就站在原地站着，有时候直接就压根打不到我。这个飞不过来是因为这个法术的射程非常近，还是说是什么别的原因？这回是飞过来了，好奇怪，毕竟是施法的时候等于是这个东西举过头顶嘛。
这个地方好恶心啊！我觉得给一个骑士大灵魂，由于是在开荒嘛。哎，走啊！好危险啊！稍微再等一等吧，然后这儿再给个下人香，我觉得能再狠一点吧。这个不是下人香啊，些龙星石奖励倒是不错，但是真的是很恶心的地方。我觉得给那边是给了什么？给了一个骑士大灵魂，还有给什么？感觉上没有给别的有价值的东西了。上面倒是有一个梯子可以走，这边呢，是就是说可以上来，然后不会受到这些诅咒书的影响。但是上来的话，所有人都能打到你啊。我是走了一圈没有看见，我是没有看见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这地方应该算是探索完了，就一个骑士灵魂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拿，直接是这个地方直接冲过去，应该都是比这么慢慢打要安全一些。我甚至觉得正好没有打死，不过因为现在我的邪行石也不是邪行石，是大棒水是没有升满，所以说还是有点奇怪。是我被这个手打到的话，会就是我的诅咒，就是被他打到一定时间内我不能动嘛？感觉像之前我直接是移动，然后一直会中这个诅咒效果。还是没有，可能有人问你这个你在干什么？我是在找一条相对安全的通道，但我觉得好像是没有。你想去拿那边的话，那个东西的话，刚才我们拿到什么？应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。总之想拿的话，应该是要，就是必须会中它的一个效果。还是再等一等。诅咒的话用火把能有帮助吗？加速它的消耗，真是没有啊。像上面有个东西不太清楚是做什么的，而在之前我们一开始说一个什么前有幻象，还是说你以为是幻象，就是有一个骑士那个地方他背朝着我们，我是看见那个地方好像旁边也是有一个物品可以捡。是这里吗？绕了一圈绕回来了，这地方看着有点危险啊，不太清楚有没有人偷袭埋伏什么的。那是两个水晶器在那个房顶上，我现在是没有看见我吧？好像是没有啊。这边是写的什么？像有怪物，看这些是一些石像鬼，可能有一个人是活着的。这个下边呢，
下面是哪儿呢？下面倒是可以下去。先把当心恶魔，可能是会来一只食人鬼。仔细听。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啊。是那个怪，还是说是这只龙？这只龙感觉离我越来越近了。这个是活着还是死着的？这个是活着的。离近点，离太远应该是不会。他来到了楼上。应该是去杀那个血晶蜥的时候，它会激活。是那个？不是啊。算了，我觉得直接给它引出来呗。哎，怎么踩我又？就是在防御，但是他离的那边的，天哪！哎，这是我给他踢破防了。好吧，然后踢破防不太清楚能不能接攻击啊？我是没有接出来，没有第一时间没有判断出来他是被破防了吧？可能让我这个踢的，可能普通的怪被踢破防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声音，这个怪是没有。这边应该是能跳起，能回到哪儿，或者说是前进道路是不太清楚。这边给个评价吧。然后呢，是那边说是有伏击什么的，我们先这么走，因为这条道路是可以，是一个正常道路，可以回来嘛。下边的话，哇，这是那个人会变身的那只怪，没有，哇，好危险。你在打什么？我差点滚下去，好像没有掉什么东西。但我不太清楚这只怪是，好像不是啊，这应该是刚才我们打的那只怪吧。这个说到了，虽然我应该是非常弱，突刺打了325，其他怪感觉上戳一下都戳不了这么高血的。但那边是两个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了，我就直接上了，什么都没有打到。哎，他们这是什么情况？是没有意识到我吗？一个给厚重，一个给锋利，然后各给了一个光辉。先看一下，这是之前我们看的道路，这边要是上房呢，能到。这是一开始来的楼顶啊，也说可以从这儿跳下去，会到那儿不太清楚。可以捡一个东西，
都是一些感觉上，那边倒是没有事，那边是可以再回来。然后这个房顶的另外一边呢，这个地区感觉上是一个新的区域，所以说这边是可以往下跳，跳到一个我不太清楚是哪里的地方。这边好像也可以跳啊，没有扔下去，这边也可以跳，而且是摔不死的声音。这边能跳到，应该是能跳到这个地方。这个下边是也是没有去过，可以看是有一些恶魔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，我们先暂时不去吧。叫怪物，这边应该是已经探索完了。我想我是先去，我觉得这个下边我留到最后再探索，毕竟是非常给我感觉就是最难的地方。甚至我可能是直接选择，感觉上有用吗？好像是没有太大用啊。我想是直接落下攻击，把那个会让那些怪变身的那只怪给打死。但我觉得你一旦落下攻击下的话，他们也就都变身了，甭管有没有那只怪，所以说没有太大作用。具体怎么打我们到时候再说吧，先把这个东西捡了。一个石块，还有一只石像鬼。好像是还有生命，果然是两只。好危险啊，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可以摔死的。而且刚才是我的错觉，我怎么感觉摔下那只石像鬼它的掉落速度异常的快呢？感觉上嗖了一下就没影了。看一下这期的时间可能是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吧，我直接在这儿截一下。下期呢我们再去回到那个石像鬼，应该那个地方还有一只石像鬼，我们下期呢直接去再找那一只石像鬼玩一玩。这期总之也是先到这吧，也是希望能喜欢，这样我们下期见。